台 K 炮这档关心的工作更早来临。看到了郭台铭先五体投地行跪拜礼，就像是看见关圣帝君降世。郭董当下见状有点手足无措，但可见他的粉丝们真的很热情。台湾安民下午来到三峡，回防新北，来到主场的气势就是不一样。三十号即将访问美国，他也定掉了这次的美国行。我是一个鸽派，但是我会带来一群给你像金蛋的和平鸽。跨海为了保平安，上午先从土城顺圣宫出发。不过前一天，前立法院长王金平才刚拜访过，难道两人是因为劝退说刻意错开行程吗？王金平这一辈子永远是我的关公兄弟，我们大家都祈求台湾国泰民安。但除了王金平，日前才被侯办执行长金溥聪爆料，郭台铭曾问过是要当 King 还是 Kingmaker， 郭董显得有些不以为然。怎么会有人有想要当 Kingmaker 这么落后的思想？我觉得这个想法太落伍了。所以你要当 King 吗？不是不是不是，我不是说我的，我是说有人提出这个问题。这简直是太落伍了。不过回到深耕40年的土城，邻里乡亲超热情，现场更出现了印有立委支持林金杰、总统力挺郭台铭，让同在现场的新北议员林金杰立场显得有点尴尬。这个之前有拿的一些扇子是在初选5月12号，我也这个公开的跟林国春帮郭台铭站台在板桥。林金杰强调自己有跟党报告过，并且是以公庙荣誉主委身份出席活动，没有任何政治立场。华雄阿山、简宏杰、森林小组新北市报道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尹彤。想要来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